哦，韩国真的那边有人在说，被3-0西霸，哈哈哈，游泳回来吧，真有，我操，兄弟们！有人，我看了那个韩国那个，我在看韩国那边的，11:42，这是韩国时间吗？就是，这是韩国时间11:42，国内是10:42吗？他4分钟前发的，哈哈，西霸游泳回来。是你发的吧？不是我发的，我都没有那边的 ID 呢。这把 MVP 确实他的，绝对是他的，没毛病。我想来中路找一波机会，戳皮这个位置，戳皮放眼，戳皮被勾了。戳皮老毛病，金克斯，金克斯，我操！哇哦，戳皮刚才身上有眼不放，想走过来看这个 F6啊。他们想 V 这个赛恩吗？赛恩这个血量确实不是很健康。赛恩大招，我操！赛恩还是死了这个。我差点被单杀了，没办法，他主要是奥恩跟赛恩不一样的点，奥恩不用回家可以打装备，但是赛恩一定要回家出来才能买装备。啊，这一波赛恩比奥恩要弱，我感觉肉很弱，赛恩多五百血，赛恩比这个奥恩多五百血，赛恩很弱，无所谓，开的不开的，漂亮，这是昨天的 owner， 看不出来，昨天的 owner， 一个都直接锁，熏这个过去好像也是白给的。我要死了！托比用闪现吃金克斯，金克斯要跑起来，国兰也没有闪了，关键国兰一下，关键的清清到了，七百，打到金克斯，再一下，再一下跑起来，爆炸3-0，我帮你交出来，金克顶住了，我帮你交出来，3-0了呀，你知道吗？国兰刚躲了机器人的锅子，小花生被拉走，被抓走，无所谓，国兰一个一走，你看，国兰一走，国兰躲了呀，啊，牙膏，那牙膏死了吗？应该死了。魅惑想换一个，有金身，我操！千九大，千九大，死了，不用开大千九，快一点，就保护了可勾，哎，被勾回来，多兰这个就没闪现，不好杀 ，AD 不在，杀不了了，对 ，AD 不在，哎，小花生再吃这个蛤蟆，自成硬接，打不过，乔治牙膏不想，哎，能打吗？乔治没到，操作，乔治没到，对，操作，怎么说？乔治没到，三眼撞了。哇，雅高单杀小外甥，牛的，好操作，好拉扯，他知道硬打不过，对，他知道千珏要吃这个蛤蟆，一直在拉扯，等他快走的时候，三眼过来支援，然后这个辅助位置辅助有闪，但是辅助招不是闪，死了，这个必死，防风躲羊，这个辅助必死，已经 OK， 跑起来，雅高没大招，奥文撞的好快，好撞。抽臂也踢过来 ，TP 走，波兰这个撞完全撞不到人，这样的话下塔可以白拿。对啊，这撞麻了。哎、机器人本来就是永霜啊，兄弟们。锤子没炸，啊？哦，有闪。锤子不是没 Q 了吗？波兰开不出大，开不出大。哎，我操，锤子挡了，锤子挡了金克斯大。塞恩这个位置，剑姬两个 TP 爆炸了，剑姬。炸呀！小花生还没有死吗？哦，跑起来！金克斯要跑起来！金克斯有闪，金克斯有闪，兄弟们 ！Elk 有闪，要赶紧找机会 ！Elk 要跑起来了 ！Elk 交闪，托比给我死！四杀吗？先拿了三杀。剑姬 GG。哇，被勾了，熏这个位置啊！哦，熏没闪现，熏有大，他被大这个奥兰，奥文好兄弟给他大了。换，熏，还好。大龙掉不了，大龙掉不了，这还好，不会影响游戏的生活，就这个送是不会影响游戏的生活关系。啊、嗯，你不是跟你兄弟一起那个龙虾，跟龙虾一起游泳吗？对啊，那个龙虾被 YSKM 吃了，被 YSKM 吃了，他们想打大龙啊，太过分了。BH 这个位置感觉是可以接撞啊，四刀不可以切的。海格子侠往后闪，勾没勾到，兵哥有大，兵该不行柳人吧？5000血。哎，多兰这个闪现撞 Elk 吗？想杀 Elk 没杀掉，小花生有大，小花生，哎，跑起来，不救吧？我操，小花生放出来了。金克斯有没有机会操作？金克斯，奥恩很，赛恩很肉啊。哦，但大龙不下来，大龙打不了。大龙是血，但是还要打。多兰扛一下，丘比有盾，打大龙不掉血，金克斯一点蓝都没有，右边只有个赛恩的 TP， 赛恩 TP 10秒钟，狐狸有踢了，狐狸有踢。想留这个锤石啊，锤石大了，这个好起来了，哎 ，Elk 跑起来 ，Elk 刚杀完回蓝了 ，Elk 又蓝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的 Elk 老公，情况只能到这里了。兵哥现在这个血量是三千，
三千五、三千六，他千变则赛言，他很肉的，闪过这配着配着，我操，完了哦！哎，闪现秒了一下啊！他这把还想有机会憋着，哇，过的 Elk， Elk 用激光秒解，这个锤小强要死了吗？小花将死了，小花将又大，小花开始大了。这个位置雅高感觉要没了，雅高是有闪，能说话吗？跑起来了，跑起来了。Elk 招闪现 ，Elk 没进化，被小熊在打。Elk 大招，哇！他闪现拉开了这安妮的晕，他怕被秒，哇！差点爆炸了这波，差一点，这波真的差一点爆炸。还好 Elk 三件套了。哦，这个位置配着配着死了吗？哎，配着，哇！炮一下，再一下，啊！对啊，这个亏了呀，有点。小花生不会死啊，他打不了。感觉。Elk 这个一千块钱给到小花生，右边没 TP， 哎，机器人来了，来了，接着来，闪的，欧文，欧文，武术鞋，勾勾勾，哇，老公，这不行吧？但是武术东刚才那个闪现开，闪开的配置、哎，这样的话出来拿大龙来得及吗？别再打大龙，别就两个层啊，雅高的层阶加迅的层阶，2400层啊。多兰又被勾了，多兰没闪的，多兰没闪的，继续大龙可以。没有你，我真不看那没赛，多兰哥哥。多兰，你真没有兵这么弱，好吧？多兰哥哥，每次关键的时候站出来几杯。这不他们想埋伏啊，在野区，迅来了，迅。哦，迅。哦，金身没过，锤石没过的，迅没闪，迅没闪，大放出来了。哎，阿文大招，大这个大这里多，这个没你真不看那没事，还想留人，但是这波阿文没大招留不住，而且阿文在下路。金哥子，哎，金哥子，这锤石交闪吧，把闪给我交了。但是兵哥这个过去，兵哥感觉有点危险，小黄人开出大了，然后就说丘比用中央左的桌子，哎，这个多兰这个装的还可以啊，三爷有射贴，有射贴，好起来 ，Elk 要全上吧 ，Elk 没闪现，有金花，没这样死了吗？被这个，哇操，两边都在拉扯，哇，这个拉扯真的是顶级拉扯，直接大龙吧 ，BH 大龙也要打吗？但是那个叫，哎呦，要勾了，勾到的是一个。锤石闪不出来，直接秒。那个地方有眼，为什么锤石还走到那里啊？这个大龙能抢吗？小花椒做眼喽，只能交给小花椒了呀。臭皮这个位置，出来，哇，这 W 反应好快。臭皮这要开，杯子要开了，杯子要闪闪。哇，配这个位置跑得很快呀、啊，但千珏在旁边。天哪，金哥都跑起来，只能打臭皮，臭皮要死了。没事，把臭皮杀了，那个加速，把臭皮杀了加速。哎，臭皮死了。我操！Elk 死不了，没事。多兰，多兰有闪，一波了吧 ？Elk 有闪 ，Elk 有闪。感觉一波不了。你知道吗？刚刚那个 Elk 一爆炸果实下来，如果臭皮 Q 出来的话，他 Elk 死了，差一点点，我操。差一点。他主要那个这个地图的爆炸果实，那个能飞得很远的。先机想出大龙啊！先机要打吗？哎，打 Elk 回去回来差不多了。锤石过去感觉要被出波了，你不觉得吗？锤石过去啊！有想法，这个飞的锤子有想法，哇，开大了，没事，二哥跑起来，躲了，二哥躲了，二哥躲了，跑起来，都跑不了，小花生给我有闪，小花生叫闪躲了，他们风龙魂跑得贼快的，歼击在边就风龙魂，边就风龙魂，打不了，哇，这个锤石是不是？哇，又有人踢了 ，TP 过来的是臭皮又来了，臭皮来了，走了。来吧，这续有大招，留个雅高有大吗？雅高有大了，但没来。雅高在阿走，不会死，臭皮又死了，臭皮，剑姬每一个人都在送，一个一个过来送，剑姬，可以大龙了吧？都没踢了，狐狸还有踢，可以大龙了，这次真可以打，真大龙，这次真可以打大龙，剑姬，3-0，直接游泳回家。我觉得他们在英国可以找一下游泳教练，先学习一下。对，不然怕没力气了。学习，先学习一下。他们一个一个过来送啊，真的，那轮着送啊，是有点你送我送，一起送，我们一起送，来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有点乱了。Elk 还是活着。正常来说，哎 ，On Go 的是先打个球，戳比又用打大乐给辅助。
搓鼻刀刀给辅助，二费都是空刀，二费都这被留住了，二费都这个要被开了， okay, 二费都要死了，千九刀刀人开刀了，千九开刀，但是艾克斯满血，艾克多兰先杀多兰，走了，二费都死了，多兰好起来，GG，3-0，再杀一个。16-1-11，在打排位吗？这样可我操！我操 ！MSI 打了16-1-11，牛逼！真的牛逼！我再道歉吧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昨天说憋几场难度打不过晋级，我再道歉，快快，不然等一下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不用道歉，我道歉，我不用道歉，对不起，我的，sorry，昨天还说。BAG 打不过尖尖，兄弟们，尖尖随便打那个 BAG 的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对不起，我的，快点，抱歉，我的，兄弟们，确实3-0，在这里给那个 BAG 的每位选手、教练、俱乐部还有粉丝们道歉。